当头炮。昨天晚上给笑开飞机改名字的朋友是不是？晚上好，我们家义雄大哥，欢迎欢迎。去。他们家石头哥，逛下直播间。石头哥，晚上好。刚开播，第一盘棋还没下完呢。去群里看一下，哦，今天在群里发的那个残局是吗？好多朋友解不出来，很正常啊。我这个最近这几天，这个残局都比较难，进去抓双，对方得丢个子，进去抓双，对方得丢个子。我进马一踩，对方一吃进击一卡，对方上马摆车，对方丢个子啊。谢谢义雄大哥的为爱发电。去。我有好多粉丝哦，是的，是的。
现在再去看看。啊，石头哥发红包了，在群里啊！感谢石头哥给校发的专属小红包，感谢感谢，谢谢石头哥。开播了，开播了，欢迎欢迎。啊，谢谢石头哥。这两天下午在群里边发的那个残剧确实是，有点难，不知道石头哥有没有解那个题。他们家用户435乔大哥管理直播间156大哥，今天我们家771大哥过来给笑开了架飞机呀、好的好的，谢谢义雄大哥给笑送的为爱发电。我家老朋友随缘大哥，晚上好，随缘哥来开齐了，谢谢我家猫仔的小礼物，直播间有没有开锅大办卡？开个锅呀，来个开锅大办卡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。谢谢我家随缘哥的开锅办卡，终于收到一张大办卡了。最近直播间办卡太艰难。欢迎坦蛋哥，欢迎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它，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吧。那个赵本山的那首。那那那那事儿就过了吧，先进个马，登个车，对方来不及登炮，打对方把车走开，我们再把炮走开，摆炮或者退炮都可行，退一步炮或者往这边摆一摆都可行。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吧，哎。我们家阿金的钻粉是不是快掉了？钻粉是不是快到期了？退一步炮，他马不能上来蹬，蹬了的话我打车。这个时候对方进一步车，我就退炮了。对方刚好来不及吃子，这么走先摆炮带个将军，对方这个棋蹬着我的炮，对方进将之后我进马踩象有抽车的棋，我进马踩象，对方如果吃我再进马，有抽车的棋吗？对方退马，杀不死他，弃掉这个车，我进马一踩，对方一吃，等会儿啊，这个棋我看看。我进马踩象，对方一吃，我进马，对方有退马，我再飞象，我再被把对方的马打。这个棋是换车的棋啊，不是抽车，是进马是换车。我方首先车有根，对方一吃我进马，将军，对方能退马，我先把车消灭了，再把对方的马敲的了，然后对方得退炮嘛，给自己马生根。如果对面退炮，我再摆个炮打底象。有没有闷死他的棋？所以退炮不能解，为啥呢？摆炮也不打象制他的棋，他一出将我也可以打将出来，对方只能扬士，扬了士我直接打，扬了将士我直军，接打，对方，对方扬士我退炮。